好，另外一方面也是来自晚间的最新画面，马总统晚上来到了基隆举办辅选誓师大会，包括了吴敦义跟吴伯雄、王金平、廖僚宜等人也都到场。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林佑昌率众在场外呛虾，来自最新的情况如何？记者黄家伟带您看。好了，主播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吴敦义呢，今天是来到了基隆参加竞选的誓师大会哦。不过就在稍早进场的时候呢，场外发生了抗议的情形，也就是民进党基隆立委的参选人林佑昌带着一群民进党的支持者到现场来抗议。他们认为呢，马总统上任之后，对于许多之前基隆的政见呢，完全是跳票了。马上就来看看县长刚刚稍早的抗议情形。而这场誓师大会呢，除了马吴两人出席之外，包含呢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伯雄以及立法院长王金平呢，也都到场来力挺哦。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现场交还。